2020銀河娛樂澳門國際馬拉松賽道介紹。迷你馬拉松賽事將於12月6日早上6時15分起跑。賽事的起點設於澳門運動場。運動員在起點起跑後經由運動場的出口離開，向右轉於體育路出口，再右轉到運動場道。於運動場原營地左轉進入柯維納馬路，經柯維納馬路進入東亞運大馬路，於奧林匹克原營地右轉進入望德聖母灣大馬路，於解放軍軍營前折返，右轉進入學院路，再左轉進入體育路，最後右轉跑進澳門運動場內衝線，路程全長約 4.5 公里。祝各位順利完成賽事，成功挑戰極限。